阿德梦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会住啊？对，这个孩子是。哦，这个是我婶婶家吗？啊，我是四弟的，吓我一跳。那婶婶呢？婶婶她出去玩了。啊，出去玩了。哎呦，你们家喂了多少个猪啊？十几个。十几个啊？那边都是。哦，嗯，你后面也还有。啊，你吃饭没啊？奶奶呢？奶奶，我自己家的小孩，那我怎么不去看？啊，去帽子看去了。对。奶奶懂吗？我奶奶这方面很懂的，是慢药的。哦，这么厉害的，那孩子应该戴个帽子的呀。你看，全是汗水。帽子放家里面了。嗯，好的。这手机修好了。修好了呀。就是给你换了个壳，这个壳摔坏了，不能用了。 真的太感谢你了！没有没有，麻烦你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多少钱我给你？不用不用不用，就几十块钱啊。怎么可能？啊，没有没有，不用说了不说了，孩子哭了啊！等一下你过来，我车里面还有个东西，给你啊。嗯，这样。阿德梦，啊你，这是啥？这是龙虾。吓死我了！你买这个干啥？不是看奶奶你们这么辛苦吗？这么瘦，买给你们补一补。这能吃吗？ 那肯定能吃的呀！这肯定很贵吧？不贵不贵，我自己做的啊！这！啊，这！来来，你拿！不要！这怎么弄来吃啊？你没吃过这个东西吗？我见都没见过。这个拿来做红烧清蒸都可以。要把它发掉吗？对，这个要缺氧了，要把它放掉，太久了。 我这我不敢吃，没事，这很香的。那你帮我看一下小孩啊。啊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去拿点东西。哇，好，好，好，放车里面来。嗯，慢一点，慢一点啊！你婶婶干嘛不带啊？婶婶她应该出去玩了。很可爱，很可爱。嘿嘿嘿嘿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。 你应该坐在很好吃吧？不好吃，不好吃。哎，奶奶来了。奶奶来了。奶奶，你先休息吧。刚刚奶奶说什么？奶奶说那个小孩没有多大的问题。奶奶，来来。干嘛叫？干嘛叫？奶奶。 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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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不能打不能打啊！我嘴蹲点。哎呦，我打到一起疼。哎呦，奶奶，阿妈不叫我。奶奶，有没有吓到？我奶奶都快有眼泪了，她说有只虫子。有只虫啊？嗯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只要奶奶没吓到就好啊。这还能吃吗？能吃能吃，谁叫你们下这个鸡蛋？ 我奶奶说给你下这个鸡翅吧，我叫你们吃。哎，我来这里又不是吃你们家的鸡肉的，我是来看你跟奶奶的呀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奶奶，哎，下次不要杀啊！嗯，再见。下次不要杀，知道吧？没事，没事。你们都挺不容易的啊。再一起吃吧。下次再杀，我就不开心，我就不来看你了。好，不杀，不干了。没事的。 他脚已经绑起来，他不会咬人的。他在动，那肯定动，他还没死呀、啊。去动一下。啊、吓人的。哎，好，来来，看好啊，来刷，刷。这个我不会弄啊。没事，把它砍掉就好了。有我在，我教你啊。对，把它剃掉。这样子好吗？随便。 把这个肉全部剪了上去，啊，我们做清蒸的。奶奶她说她怕的很，不敢吃。没事没事啊，等一下弄好了让她吃。我也不敢吃。没事的，啊，就是有没有生姜啊？有的。
啊，等一下去里面生煎放到上面去腥。这里面不放芹菜是吗？不放了啊，不放。没事，来，你听我的，你把这个肉，把里面的肉，给奶奶吃，啊，再把它挑出来，你可以把那个皮给它剥掉吗？那怪不要吃，我这个怪不要吃，来，叫奶奶吃点，叫它尝一点嘛，尝一点，尝一点，吃点吃点，叫吃点。这个是我买给奶奶吃的，是的，我买给奶奶吃的。这个谁吃都一样，我也吃一点。啊啊！来来来，多吃点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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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阿什么？我饭也吃了，我先回去了啊。啊，先生，我走了啊。走了。啊啊！我送你。给你买的芒果。哦，你又买东西了。哎，这个给奶奶喝嘛。啊，这袋米。啊、每次来都拿那么多东西，没事，我心甘情愿的啊，拿着，贴着。真的，你帮助我们的太多了。没事，不知道怎么感谢你。没事，你那个回去把那个微信通过一下，再注册个视频号，我叫他们给你点关注，帮助你。嗯